完美，冲不过来，守也守不过我，这些人你看到没？我冲他们的点，他们完蛋；别人他们冲我的点，他们也完蛋。为什么？一枪就倒了，哥们儿，一枪就倒。完成14伤，还有8个敌人。好，现在不打啊，等会儿他跑下来再打。现在已经不能打啊。好，这个人有点牛逼耶，他是不是个大狙？小心点，我被一枪爆头了。哦呦，98K。一定要把野打满，要不这两个人这些人卡不了了。翻下来去卡，没雷，但没事，这个窗口还能卡他们，下一辈子宝贝儿，跟你们三个玩一辈子。别冲过来啊！玩归玩，闹归闹，你们可不要过马路哦，警告哦。对面挺好的，别过来了，没雷，没捡雷，我的发！哎呦，坏起来了，他妈拉过来了，拉过来了就只能防守了。大好能偷一个，不要眨眼，这一波看能不能偷一个。哇，这些人贼得很呢。雷雷雷雷雷雷雷！难杀，看到没？这些人就会玩，就会玩。但没事儿，哦，还剩5个人，山上就俩了。他们是3个人。他们很会玩啊，会架枪，会拉点，还补莽，会扑烟。这些人应该是最后的那啥的。上房顶不可以，上房顶的话，山上能打到我的，上不去。别着急，他们虽然看起来挺没有什么漏洞啊，或者是对吧？破绽，但是我跟你讲，只要打倒他们一个，就他们把他可以把他们搅乱了。只要打倒第一个，他们这个阵型就乱了。但是只要他们不倒，或者他们有残血，我就完蛋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山上有一辆车，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位置。那车上呢，不知道几个人。先嘎他一个就可以了。300把98K 敢对枪，上面就应该就是2人队啊，因为他敢对枪啊，一个人敢98K 就有98K 啊，绝对不敢呀、没化妆在山上呢，我操！这没化妆在山顶上，
很好。那三人一把酒吧，可以把大炮，那三人就俩人。我把楼下打的话，我得看，我还要打山上，所以说。这子弹至关重要，必须要有扭曲的子弹。现在开始不要打眼，不要呼吸，很好，山上倒了一个，但是这队也没办法，也没有作为。别呼吸了啊！龙车后边一个，这梅花桩在中间呀，这中间是山坡坡呀，但山上好像也下不来，这把挺有意思的啊。最后梅花桩都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就我在下边守着，或者他们在上边守着，都不需要打就吃鸡了这种感觉。就有可能山上吃鸡，有可能我吃鸡，因为山上它也很难下来，你知道吧？就缩在山腰了。但我有妹控，我可以应对的。你们觉得呢，兄弟们？但山上能下来呀，山上有车呀。我山上人好下的。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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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的，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啊？我们是冠军耶，是吗？他能打过我们吗？早已经预定了，好吧？不吃鸡就吃屎，吃鸡的不吃屎。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冠军，球员球员，因为是最后的赢家，18杀竞技模式世界，小六走一波，丝毫不慌。欢迎发弹幕给兄弟送10个奖品，感谢观看，发弹幕越多，你的动作越大。大家有想提高游戏的帧数的啊，增加画质、放大脚步、加平面，微信可以提高20左右的帧数。加屏幕下边的微信支持一下啊！感谢观看，小吃一惊。山上两个必须下来，知道吧？Nice。竞技模式18杀，感谢支持线下的办卡，谢谢。电视剧更新一集，没毛老人说，以前的女子并不会吐纳胭脂，女子的心啊，总是为了情郎。女子她为了情郎，皮卡多。终究是红了脸庞，可那情郎最后却不是他的情郎。
从此姑娘的心房再也不会为谁打开，看着吧，看弹幕啊，也不会再为谁红了脸庞。从此姑娘的心房再也没有了藏，可却时常把那眼泪藏。欢迎全哥。姑娘她未满十八，本该是面若桃花，可她偏偏不听大人劝，非要爱上了她。姑娘她未满十八，本该是面若桃花，可她偏偏却要图那胭脂唇啊。姑娘啊姑娘啊，你回头看看我吧，我还在这里、啊、今天又是上班吗？哎，再看吧，看情况吧。想着他，可他的心啊终究会打开啊。不知道我的姑娘她何时能回来啊。主播为什么人气多？哎呀，人气多不多？多少是多呀，宝贝儿。能不给自己的粉丝，对吧，兄弟们看一部分就足够了。要多少是多呀？我觉得已经很多很多了。真的，兄弟们，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到这步也挺难的。已经很知足了。这人还不多呀，就有人陪着聊天，还有老板刷礼物，能维持生活，对吧，还能攒攒钱，攒个几十年娶个媳妇儿，这人气啥的已经很好了。太，你们可能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我直播间看的有多少啊，你知道吧，他只是不说话而已，你跟大看的人很多的，你不信你真的，兄弟们在这默默观看的那些好兄弟们，这个扣个一给他看看，看看人多不多。没有个这个上接近得几百吧，扣个弹幕，兄弟们这喘劲儿的都过来看看人多少，大家都测试一下，看直播间人有多少个。对对对，摸摸观看的很多的宝贝儿，这我要是脱个裤子，绝对直播间就炸了。那说明还是有直播间有人呢，还行吧，这弹幕量。不说话，兄弟们就是默默支持，知道吧？很多的。以前我也认为我直播间人怎么少的，但是只是有的弹幕少，因为单试的时候确实没什么可操作的，就是只有在一打试的时候他们会沸腾一下。还行吧，直播间兄弟们
这还没人呢。我跟你讲，我脱个裤子，直接弹幕传出来。怎么这么安静？怎么这么安静？没玩几头吧，打这把我跑了，兄弟们啊，明天再播吧，明天早点来，多打点素材。你看这个人就一个，哇！你看这个人，完美身法压制啊！哇，信号枪，可以，得来全不费工夫，真好。这宝贝帮我收完了。经常，中奖的等待7天内给你发货啊，不着急，兄弟，不着急。这好枪呢，我操！拿个子弹，按理说我应该拿了呀。懵了，兄弟们，舔懵了，包舔懵了，理解。肯定不是故意的啦，这，哎，DPS。还有这种好事呢？这回来还捡了个 DBS，很好。其实我是故意的，我就想看一下有没有喷子啥的。很好，非常好。啊，这把不来劲儿赶了吗？橙子选择了弹幕最多的打法。这把这人这真少，
看到地面还跟看到老婆似的，可还行。然后在传言中，陈俊华莫来深圳等死吧你，买棺材吧你，别跑啊你！七夕，七夕，真不错。西西仔，别老出去乱跑，现在知道吧？别老出去乱跑，在家待着吧。必须来浴缸啊！我操，捡空投之后我就在浴缸里了。七夕跟 DBS 过，好吧 ，DBS 加浴缸，这不是无敌房，这叫浴缸房，浴缸战神，缸神。哪儿呢？哪儿呢？哪去了？我操！啊！别过来！啊！干什么？三甲没拉起来，他妈！妈呀！浴缸里面，最里面小房间，最里面小房间，一四二打药子，最里面小房间，最里面小房间。干什么？还想抢我的空投呢？啊，不知道我的身份吗？兄弟们，把我的身份打在公屏上，不知道我身份哈、啊。冲我，区区四个就想冲我。如果你想杀我，就请把你的朋友也带上吧。我已经天下无敌了。哇，三甲没捡起来，太可惜了。哎，然后他让他们给捡了。把我三甲给喷烂了，喷的稀碎，补的那个人就是三甲，哎，手速差了一点，怪可惜的这一波，甲没拿着。不过你看啊，我刚才一看到有人，我就蹭蹭跑，我就赶紧跑回来。我一看到人有点不对，四个人，我就撒丫子往回跑。其实我都不想把这空投想送给他们了，你知道吧？我就想我这个。这个我直接来浴缸就行了，早晚都是我的。
这个 DBS 好丑，还不如玩软皮肤。我花了400块钱，你说好丑？你给我出去！我花400块钱抽着的，你搁那说好丑呢？多带点烟儿吧。你会不会说话呀？那说啥话呢？这我400块抽奖抽到的，给你们看看蓝色的多好看呀！蓝色淡蓝，看到没？淡蓝，然后橙子，你看橙颜色的这个，哎，你看这个标志非常帅，配着这个简约黑，配着这个海天蓝。多么的优雅，大气而不失优雅，精致而不失粗糙，帅气又不缺失丑，不对，不应该是这样，很帅，帅的一批，抽了400块，还有31个人去把决赛圈了。天空蓝，定制版。天空蓝，最爱的蓝天，我吃是你的脸。是不是被遮住了脸，忘了掀开？你是我的眼。在我领略了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下圈，这有一个鱼缸，我们一会儿可以直接扎到这儿，非常可以。打了一枪啊！这喷子子弹很多的，OK。恭喜我们，没有赛圈儿。
这是一个坏消息。啊，这圈应该换 Barry 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的位置非常的拉稀了。哎呦，嘿嘿，不过很好。我操 ，AWM。哎呀，不行，这联军这玩的太久了，这联军压箱是绝对不行了。哦，这个就是刚才我打的那人一箱。WM， 我操，这谁打得过呀？他是 Barry 吧 ？AKM， 不想要，因为这还有一个防区呢。说实话，一会儿还可以进大伤搏一搏，搏一搏，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那我直接冲这里，下个圈如果在这里边，我就直接干过去了。不可能波波的，希望这个，希望这个安进去在圈儿，然后呢，我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但是不在圈难打了，我怕天命圈。天命圈所有人都要过来，很难防守。哎，真吸过去了，还。其实也可以不用过去，因为这好像，对，这是个坑来着，可以待人。他们山上都要下来，注意力应该不会在我身上。不行，感觉人好多。直接干，把直接干到防区，不要眨眼，不要呼吸，这一波抉择非常关键，呜呼！别看我的车技就完啦，我操！小事。仿佛没人在意我，他妈上树了，我操！怎么车技他妈还往上开呀、啊，我操！好的，拉过来。好的，好，我操，这么多盒子，快看，这有五六个盒子，这个地方。很好，这地方有六个盒子，快看，一二三四五，这边还有一个六个。还有两，还有好多活着的。这地方他妈停车，停这个叫什么停尸停，这那什么港吧，都埋这儿了，兄弟们。啥样的可以打一下？我们三一头怕啥呀？哎，先呼吸吧，先呼吸吧，可以了，可以了，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一波可以了。还没到憋气的时候呢，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两个字儿，兄弟们，哪个被扎？很恐怖呀！
他们在里边有个大狙，你知道吧？挺恐怖的，山上这感觉看着有个大一大半亩。我这位置下圈绝对不会能被说出去的，你知道吧？那顶多就说到这儿了，不能就是说大吸。来，来吸圈儿，哎，我操，你这也不是很 A，我操，我要往前站的，这里边啥？那只能去这儿了，那就把这干了，没得选择。这么多包，还是别看了，容易分心。这里边还有包呢，这还有一个包，我真恐怖。我就感觉这里边都有人，你知道吗？捡烟不捡雷，死个烟正好。雷再丢一个，点点饮料。三个雷可以。山地甲，全都干烂了，有点刺激啊！这决赛圈离谱。没空吗？谁是没空啊？我看看，M 巨山这是没有没空。大胆一点，别怕，他们一定比我们更怕。哎，大 M，这个勾勾勾勾的，很坏了，兄弟们，很坏。这他妈的卖逼的！什么玩意儿？他说我是卖什么玩意儿的？来把步枪吧！啊，没时间了，还有七个人呢。我操，脸上有的必须给他清除。就疯这儿。得把他补了，OK，他死了就好了。梅花桩决战，妈只有六发喷着子弹了，不太行了。说句实话，我操，扔错东西了。
小三。六发喷子弹了，切换不了了。别着急，这烟一定要，这九个烟一定要省着点用。哎，捡不了枪了，这枪捡不了。完了，他们就剩一个了，右边的。OK。一 v 三，别眨眼，别呼吸，就是这么刺激。确实是我就是五百级，我还是主编呢。这届大家当然是玩金波的十五刷之机，最后帮人混烟，我他妈混到石头了。捉迷藏太极限了啊，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呀、啊！这届完成一 v 三，这一波还可以吧，兄弟们？都没子弹了都。哈哈。这边混烟还是可以的，我们是烟猪恶鬼，找不着我的，我跟你讲，有烟，虽然对面人多也没烟体，但是我烟多呀。观众怎么发的？我给你们送10块钱，没感谢观看。想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的放大脚步，同款画质的加屏幕微信，我帮你设置啊，兄弟们，可以提高20左右的帧数，有电脑的一定要去调试一下啊，调完之后跟主播一样牛逼。兄弟们，你们先看到很多碟片的诞生，好吧，不要眨眼，现在开始。今天必须是素材的一天啊。Your paychecks don't mean that much to me. Just take my hand and hold me tight. You'll never find my love. 沙漠来了，兄弟们，沙漠是什么玩意儿来着？考一考你们，看我的这个，看我的长久啊。
不要眨眼，不要呼吸。浴缸王回家了，兄弟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好吧，落地，一定不要眨眼啊，不要呼吸，兄弟们，看我一 v 四，来。我操，这些人他妈太狠了！今天这单四排的这么狠呢、啊？我操，不对劲儿啊！这感觉已经不对，我努力在白费，一夜夜你给的体贴我没给，你嘟嘴许的愿望很卑微，再妥协是我忽略，你不过要认赔。Yeah, baby。我操，这么凶的，今天这些人都有点小凶啊，宝贝儿。就这样。来把海岛直接 P 成，走一波。你话中意听我讲白话，你话中意听我讲八卦，你话中意我，我都中意你。你话中意我，明知我中意病。你话我超百厌，整松你耳钉。如果系个梦，我希望冇咁快会醒。希望每日瞓醒你都喺我身边，瞓醒你唔喺度又点算新一天？超无聊，但有劲多共同爱好。丢你老母啊！为咗你，我手机都装咗菜谱。这把刚才肯定是有人眨眼啦、啊，这把你们别眨眼，好吧？如果你话好食就最好。来预付陈的吧啊！别老眨眼，搁那儿，知道吧？超简单，似每晚晚餐，从日头揽住你到每晚晚间，写俾你嘅呢一首。完蛋了，我他妈完了，兄弟们，来啦！蓝喷到手，天下我有。见过外挂玩喷子的吗，哥们儿？别一死就是挂呀！外挂有玩喷子的呀？有，到处都是玩喷子，你傻呀？
外挂才不会玩呢。我把你给封了，来来来来补，拜拜。我这里有个拿分的，外挂有拿喷子的吗？哎呀，抢我人头，我操！他在补他队友是吗？我怎么只有一个助攻？不就是他抢了一个吗？有点小穷啊，药都没有。干我，过来干我好不好？能不能过来干我？怎么还他还打起来了？为什么不干我呢？牛逼呀，吗啡，有点猥琐呀，兄弟们。哎，这顾刷哪儿去了？被谁开走了？咱就别走了，干脆咱就别都别走了，刷爆就完了。拉过去，兄弟们 ，DBS 真的是有点舍不得使，有点。太刺激了呀，飞！前后夹击的感觉，这件我就说啥，有装备了，这回是真有装备了。大哥，我在这儿。谁是大哥？我才不认大哥呢。我是你爸爸。你也不是我爸爸。我的傻逼队友在他妈机场呢。那好吧，那我把你补了，拜拜，宝贝儿，拜拜。这城里没有人了。好，你是挂吗？你知道城里没人了。他的傻子队友在机场呢，你怎么能这么说你队友啊？我们捡了七个烟，兄弟们，八个烟。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是烟王。
来了，马飞，必须的呀！欢迎兄弟们进入直播间，欢迎兄弟们进入直播间啦！真是欢迎各位啦！哦，车开到这儿来了，看能不能去追个空投啊，兄弟们 ，DBS 到手，再来个空投就可以了。这把基本就稳了，稳了80%了。现在只能说稳70%，不对，是65%，失机率65%，很大几率失机，但就没那么底，知道吧？没那么底。宝儿去开火力，宝儿。开给老板开开，兄弟们开个火力全开，关注发大宝送神感嘉宾，这空投应该追不到了260方向，260方向，哇，这边有个妹控，这个妹控好像还要抢空投，他们就在这个房区呢。哎，要摸上来了。不要杀人，不要呼吸，这他妈的不冲我呀！又来了一堆。他妈来一堆，谁顶得住呀？不对，应该是一整队。我操！以为是哦，他队友去开车捡空投，然后回来了。这叫啥呀？以为是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两个空投。哦，我就说后来又来了一队，那不是，那本来就是他们本身这房区剩了两个人留守在这，知道吧？然后呢，有两个去捡空投了，回来了，然后想攻我，结果直接被我一穿刺啦，跟我玩呐啊！房子加橙子加喷子等于无敌呀、啊！小六走一波，帅！15杯金，帅不帅？你们来说，帅不帅？刚这个门卡不了，你知道吧？这有个 bug， 我走不进去。你看，这有个 bug， 你知道吧？要不我就卡这儿了，卡不了刚才。
这下啥都有了，妹控加 DBS， 咱走点喷子弹，咱们就决赛圈喽，兄弟们，决赛圈喽，丝毫不慌，你知道吧？面对四个人的围攻，一个一个进攻，两个一起来也没用啊。这 DBS 是什么枪啊？是吧？橙子团队专业一打多，干的就是这么多人。子弹有点不够啊，又说圈了啊！哇，我们还要进攻，这不是最终的地方，我们一会儿还需要进攻啊。因为这样就结束了吗？非也，这把还有很多高能没有展现出来呢。好的，来子弹了。很好，备弹18发可以。妹控加 DBS 没有八倍镜啊，有八倍吗，兄弟们？完整的三叶头是吧？还有八倍，好嘞，咱们可以再添。没有八倍啊，只有15倍，只有15倍。然后三级头，地上有个传奇三叶头，很好。拿他们的车。非常好，直接说啊，就是干出一点了，干他娘的！这有个三层房，就去这个三层房好守一点。15倍别拿了。哎，这没人，这个房间没人，没声啊。直接上，不要眨眼，应该有人。在这里面了，就在这上面了啊。我听到他脚步了，主要是。我操！我操！233，他俩一起的。我操！跳出来干我，还好我反应快，我知道后边要来人了，我可是直接拉进去了，你知道吧？要不这边被他偷屁股了。我这边我喷不死他，他也打不死我，因为我已经有那种菊花要被爆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我补了他3枪之后，我菊花感觉要被爆了，我进来了，喷不死他，他也死，直接拿下一波，完了又要跑毒，哎呀，真是一波完事又来一波，兄弟们不要眨眼，刚才没呼吸的这个还是憋住吧，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不要呼吸，不要眨眼，九彩圈最后一波攻势，生与死就在这一波了。成了吃鸡，不成人没，成败在此一举。2队人直接杀了一个，
哇，这小侧身直接一 v 三呀！我不去找你们，你们还自己送上门来了。直接把这13杀，单四排竞技模式13杀。我操，这小侧身打的一点那啥，一点失误都没有，一滴血没费，把他们仨干了。无缝侧身啊，没有缝的。想打我，先试试和我的影子玩拳击吧。连我的影子你都这个碰不到，知道吧？先跟我的影子玩一下。欢迎奶糖妹妹，奶糖妹妹中午好 ，Good morning。T 车啊 ，Good 猫可是 ，Good 猫可是 ，Good 阿福文宁 ，Good 11，Good 11，奶糖妹妹，早点喷着子弹呀。这边怎么还有车呢？有点危险。去山上能找吧。这边好像收过呀，有点失忆了，兄弟们。我这边是不是收过呀？我又要冲吗？不过没有路了，没有什么防区了，这个小防区。八发子弹能杀俩人不？能杀八个不？不要眨眼，兄弟们，别眨眼！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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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麻袋，打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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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灭！倒逼灯啊！我操，车胎被卸了。你们说他这个空投捡没捡？我感觉是没捡。这可怎么打呢？不太好打，圈难进也一会儿，没车了，把这个车开出来。完了，兄弟们，干不出来，车技不行。不会有人卡我吧？为什么如此安静？安静的有点可怕，燥起来。只有八发喷子子弹了，兄弟们，又要弹尽粮绝了。这两天的喷子子弹是真不够射，真不够射，又要跑圈了，我的发了。我服了呀，兄弟们，这怎么办呀？
以后喷水拉得多备点，真的。这个厕所可以待一会儿。这个厕所就是，厕所里有，哎呦我操，有十发，真不错。那就可以了。好吧，哎呀，兄弟们的这个眼睛真是真雪亮啊！没你们是真不行。没你们真不行，知道吧？真不行。得水有者等于得天下，知道吧？这两个人可惨了，兄弟们，别眨眼。哎，先让人杀了，操你猴子！他们这位置挺好呀，哇、哦、他们人好多，他们有三个人以上，现在剩六个人了，他们剩三个，感觉是四个人。我如果能杀他们一个两个就好了。哎呦我操，这个人绝对有问题啊，有一个人有问题的。那个三叶头我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儿，说实话我看他那个死样儿。这个结束。炸倒了。三打三，不对，应该是一打四打二。击倒了，看有没有后续吧。这个吉利夫今天不帮了队友。哦，可以倒俩，又倒俩。一个了 IP， 嘿嘿，别打眼，别呼吸，各位观众，这波叫什么？浴霸象征渔翁得利，位置很好，很好，很好，不是外挂，很好，搁这舔包呢。很好，标点安全区没关系的，他过不了马路的。别打眼，黄色避开。路过地下来杀我，请把你的朋友也带上，但是你没有朋友了，你完蛋了。搞那打烟呢。就这还跟我对呢啊，还跟我对呢，这叫完成单人四排兄弟模式，是是杀司机，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我们是冠军杀人是多恶心，我似乎见不了了，我们是冠军兄弟们，关注主播发弹幕给兄弟们送生日奖品，感谢观看，可以呼吸了兄弟们，可以眨眼了，大家如果想提高帧数的兄弟们，加屏幕下微信，提高帧数，放大脚步，同款画质对象，加屏幕下微信，可以提高25左右的帧数跟 FPS， 非常好用，加爆屏幕下微信支持一手，有电脑的一定要去调一下啊，我们是冠军，可以杀人了。
报价报价下票。唢呐都起来了，唢呐都起来了，姐们。小孩一桌，小孩可不能坐一，小孩跟他妈坐一桌，你连大腿都抢不着，你肯定跟男的坐一桌呀，哥们儿，跟喝酒的那个坐一桌，跟你爹坐一桌，知道吧？绝对那个鸡大腿全都你吃，看你就不会吃席。做小孩那一桌，你啥都吃不着。有没有经验啊你？我靠，这是小龙虾。你做黑丝那桌，50岁的大黑丝你喜欢啊？呀，这兄弟自己跳皮卡多吗？跟我闹玩呢？不是开玩笑吧，兄弟？还有。
我操！一星幻影，一星幻位，他怎么爬起来服了？这小提琴箱打得漂亮。冲过来就得没，这些完成一传四，拿下五十啊！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呀，还有一个，还不是皮卡多霸主。哇，这雷丢的好啊，这雷丢的好呀。我操。我操。
对面是雷王吧？雷神队。还你一个雷！雷！跳出去了，死了，另一队的。还有一个 mini 出来受死吧，两个人，一个 mini 一个 SKS， 还有俩。别眨眼，别呼吸。过来你就过来你就没来，你过马路你就没。最后一个，来，你过来你就试一试，过来你就没，丢的挺，哎呀我操，我操，这把落的11杀，兄弟们牛不牛？牛不牛呗？落地11杀。跟我对枪，一枪都打不中我，直接拿下落地11杀，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我们是皮卡多霸主，没毛病吧？这把应该能来个30杀十级，应该没问题啊。走进去。太美我操，这还能侧翻的？哦，侧翻捡子弹，这也太细节了。这把绝对收绝爆，各种吃绝爆。
完了，这圈没有浴缸，兄弟们，又是这个死圈。哎呦，又是水厂圈、猪圈圈，我干！王八圈。王八坑，哎呀，怎么办呀？加油站吃雷去吧，加油站也不行。都不是什么好点，这圈运不好啊。虽然这把能杀，但是圈运不给，圈运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来吧，缩圈。哎呀，咱们先找下浴缸房，这有一个。没了，这还是边边下圈，估计人家这个就不算进去了。没有3D 套看着不过瘾，无所谓了，我们又没头盔。哦，可以啊，浴缸是圈啊，兄弟们，直接扎浴缸，别扎眼，别呼吸。目前这把是落地皮卡多霸主，11杀，20几杀没问题。加油站呢？没人。哦，这没人，神奇！哇，40发喷子子弹，谁来谁死？就要为啥技术好要被检测？它这个就是一个保护机制嘛。就假如你开了一个很贵的挂，你8把杀人，你8把杀100个，对吧？你被举报了，那个挂不一定被立马检测出来。所以说，就如果要没有那个检测机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8把有外挂，杀100个，知道吧？然后呢，等到什么时候封，什么时候才下号？但是如果有几个检测系统呢，你杀一把你的号就被检测了，然后呢你明天的再来的时候就被封了，它这个封号不是实时的，知道吧？封号需要检测出来的，你能懂吗？必须要这个杀人多了一定要直接强检，除非你是主播账号，主播账号就不会被检测。19米，我们已经11杀了，18米敌人。哦，我一直在狙，我没狙。主播2点播的，播到现在了，已经播了12个小时了。别人为啥？主播战神，点关注就完了。
什么声音？哇，还要跑毒？不去吧，不去吧。我可以不跑吗？只能干在这个防区了，不会直接没了吧，兄弟们？完了，兄弟们，这一波绝对完蛋了，90%的几率。但大家不要，哎，这好像有厕所，这厕所好像不是那种完美厕所。哎呀，直接去这儿也行，这儿好打一点，不去中心点了。撤！憋着呀，憋呼吸，现在开始。等一下，等一下。呜呼！主任，被打了一枪头。完了！哎呦！就俩，很好，一个跳喷。OK， 直接完成一穿三，拿下他们的点，拿命冲出来了，兄弟们！我靠！他们也没啥三一套，做点人样，完成十四杀。举报主编。把一会儿可以开这个大车，直接再扎这个房子。反正这房区我们无敌，但是刚才这波还是很极限的。还有6名敌人，今年有个狗杂，有消音狗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打在公屏上两个字，拼音是“哥”开头的，兄弟们，第一个字是拼音“哥”开头。老粉丝都知道，哥，
六枚敌人了，他们还在打，近点一个，我两点他倒一个，他倒一个，那这边最起码有四个人，那边最最起码有四个人，因为他有队友，六个人那边有四个人，那就是剩，这队没了，大炮，这队是三个人，三打三打一，不对。对吧？怎么指使了呢？补掉他的队友了。右边俩，左边一个，三个人。那狗渣呢？狗肉在呢？狗肉在我脸上，刚才。你可能是一打一，一打一。嗯，我不需要动啊。这人数还是没有，哎，还在炸。他们这边是绝对是一 v 一的情况，炸倒一个，我就可以捡那个左边的空投了。那狗杂应该是摸前面去别眨眼，别呼吸，让我们一起感受着决赛圈的视角盛宴。这车我就不开了，我们十个烟儿。98K 98K M24 都在那边了吧， 98K 的声音，我操，这也是指使的呀，什么情况，指使了一个啊，七三轮冲啊，应该不是一 v 二，我更希望是一 v 二。夏小娟没花中央了，中心点了，就直接一个点了。我的妈，心里哪站呢，不稳呢，哎呀哎呀，哎，扔白，他在白一打二，他会往那扔白吗？他不会，一 v 一，他俩在这一 v 一呢，赶紧打起来，我就往前一压，他们全没，又扔白，可以，他们不是一队，但又不确定，怎么他们乱丢了呢？他们这样打起来，哎，九八 K 的狙，一个九八 K， 位置确定，还有一个呢？没有，怎么还在狙啊？怎么不反手啊？那人，什么情况？这人过来干嘛？
烟雾王子。我知道你在树，我透，我猜到了，我他妈的直接拿下本场的世界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完成十六场世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冠军，帅呀！直接猜到他了，我猜到他这个树后了，知道吧？直接猜到，哼，就你那点小心思，肯定在树后搁那躲着呢。我直接一眼我就把你看到了，说漏嘴了，不是说错嘴了，兄弟们。别在乎这些细节，我们是冠军。帅呀！大家有想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的兄弟们，可以加一下屏幕下边的微信，可以帮兄弟们提高20左右的帧数，效果好还可以提高大几十帧啊！具体的加屏幕下边微信咨询，低配高配都能调，不调后悔一辈子。想学主播的技术的，压枪私教也是屏幕下边微信。不是 DBS， 你不是 DBS 的话，你现在的话，如果要是喷倒一个人的话，他秒出你，你来不及换枪。直接就我他妈拼图楼了，就干了。Should I bite my tongue? Or should I march with every stranger from Twitter to get shit done? Used to hang my head low, now I hear it loud. Every stranger from Twitter is gonna burn this down. Way up, we go. Been up and down that road. Way up, way up. 早上刚才的人也很多呀。别眨眼，别呼吸，左边给我扯满他。来红灵，给我打开一个。空调调成26度，会调不？
把它按就行了，按着六。没 DBI 是怎么玩呀？我的妈！没有 DBI 是什么玩呀，兄弟们？完了，没有，兄弟们。相信我的枪法吧，我操，柏林的，我操，什么玩意儿了？我怎能遇到柏林的呢？柏林狗。柏林裤的，看到没？还有个面罩，还有滑雪镜呢，装备。啊，有钱是吧？有钱，专打你这种有钱的，还卖阿密手套是吧？啊？你他妈丢雷是吧？你看这个人跟这个人的装扮完全是两个装扮，最后一个肯定是排的路人是吧？我操，你有钱你了不起是吧？啊，杀掉的女人就是你，把衣服穿上。会玩儿，知道吧？一般买皮肤的会玩儿。听着脚步啊，喝个红牛，直接整一罐。直接就干了，兄弟们。我喝的是蓝瓶的，250毫升，直接一口闷，250毫升是不是半斤啊，兄弟们？半斤，压枪就是牛逼。
都在外面，门口还一个人。这玩意儿因为穿啥？上面还有个喷子，我操！楼上还有个毒狼喷，单是白的。我靠！你这么远，就人家喷子打这种有栏杆的点最吃亏了，还敢喷？直接往上气杀，帅呀！我操，有手感了，兄弟们，乱杀起来了。